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天堂 M 大补帖的小编。听说最近这个天堂 M 又来了一大票的这个新玩家。那现在的时间呢，在上面写得很清楚，是8月20号，2019年8月20号的下午3点10分、11分。好，那这一批新玩家呢，据说是有几十万大军啊。那我们也想要来看一下这些新玩家到底是在哪些地方练功，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多的这个新玩家呢？那我们来看一下吧。那听说这些玩家都会在一些热门的练功地点出现，那我们就先找一找这个海鹰沼泽的部分好了，来看一下到底有多少玩家。咦，没有这个没有啊，这个地方看起来玩家还没有到这个等级这么高，所以这个地方哇完全都没有人哦，还蛮特别的哦。这个地方啊，有了，看到一些新玩家了，传说中的新玩家在这里出现了。哦，来跟他们打个招呼好了，安安，跟他们打个招呼，难得有新玩家出现了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新玩家，通常应该是很认真的在解任务，应该是没空理我们才对。来看一下，这个都是三个字四个字的新玩家。最近天堂有没有什么活动吗？他们怎么想要这个回锅呢，或者是来跳坑呢？都是三个字四个字的 ID 啊，这个新玩家的 ID 都取得不错哦，蛮有这个文学造诣啊，蛮有这个文学造诣的哦，都是三个字四个字啊。哇，这个叫什么哦，柴启周，我不知道跟广东粥有什么关系。哇，喜汉凡，哇，这个跟立贝凡有什么关系。哇，柴心兵，这个跟烧冷兵又有什么关系？哇，这个取得真的蛮有意境的哦。说食物有食物感觉，说这个，对，各种感觉都有啊。哦，这个是冰的，吃的都有啊。哇，这个叫什么？喜红星，哇，这个喜红星看起来跟双子星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但是这个地方好像新玩家比较少。去一下39好了，我看一下啊，39的话，瑟罗斯岛，搞不好新玩家也会在这些地方出现。欸，好像没有，这个地方好像没有他们喜欢，不是他们喜欢来的地方。那我们再换一个点，这边还蛮多怪物的，怪比人多，好地方。好，这个地方蛮适合练功的，只是遇不到这些新玩家。我们去找找看他们在哪里好了，不然我们来去这个伊娃王国看一下，这个地方应该等级有一点之后他们会来这边看。欸，怎么是这个是人烟罕至之地啊，完全没有看到多少人啊，方圆百里两个人。哦，看来我们的新玩家还不在这里哦。那他们到底在哪里呢？还是我们这个消息来源是错误的呢？不然我们看一下死亡废墟好了。新手玩家应该会在这个地方，然后我们往上面一点走，走去邪恶神殿看一下。跑跑向前跑 ，Hello， 新玩家，我们来喽！大家来打个招呼吧。Hello，Hello， 我们来喽！有了，有声音了！哇，妖精哎！哇，四个字的 ID， 哇，霍奇韩里是什么？跟韩总有什么关系？挖墙卡利，哇，这个 ID 特别啦，挖墙卡利。哇，新卡贝贝，大家都是四个字 ID 啊，这个 ID 最近比较热门嘛，比如说宋仲基，
这种热门 ID 嘛。啊，这里还比较少人呢。我们看一下他们还有在哪里啊？不然我们去个龙之谷的西边好了。哦，听说这里好像也蛮多人出没的哦。哦，这是我们的新同学吗？来打个招呼，可是好像没人理我啊。嗨。没人理我啊。蹲尸体，这个 ID 也都三个字四个字的。摸一下。飞了，怎么回事？再来看一下还有哪里有，左边有吗？打个招呼，安安。现在没人理我。吓到了啊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吓到你了。他们都吓到了啊，不要吓他们，不要惊吓他们。我看一下右边这里好了，看这有没有新同学。这好像没有新同学，这是只有很强的同学啊。这个是伺服器里面的老屁股啊，老屁股啊。不然我们去个三岔路好了，看一下三岔路那边有什么人。哇，这个是同班同学吗？哇，新同学 好多哦。这个是排队要去注册的哦。哇，新学期还没开学，现在就已经这么多人在这里逛街啦。哇，难怪有人说我们的几十万大军来啦。哇，新同学都出现了。哦，厉害了我的天堂 M， 厉害了我的天堂 M， 这么多人啊。哦，这个游戏两年了还能那么多人，真的也不容易哦。不然这样子在地表好像没什么，不然我们去深入地心好了。我们去深入地心看一下好了，看一下有什么人在里面。龙间一楼，好像没什么人了，好像看起来应该是没什么人，不然我们就下去二楼。开始有一些咯。为什么大家都是四个字 ID 的啊？这个同学都是同一个血统的吗？都是同一家人出来的吗？好特别哦。而且为什么他们都站着不动？嗨，嗨。空气讲话，好，那我们去三楼好了。二楼好像都……这里好多人，这里要排队了。结果，都三个字、四个字 ID 啊。结果。可以了，游路走了。三个字、四个字 ID 的同学，我们要拜拜了。我们去楼下，继续往地心深处移动。这楼怎么回事？大家都已经进到这个三年级了，跳级。现在下午三点多，礼拜二下午三点多，上课时间、下课时间吗？这个大家都出来晃了，好多同学哦。
熟到了都是同学啊。那我要从哪里下去呢？看一下，哦，好远啊！跑到哪里都会看到人。来，我们下去试。没什么人，但也没什么怪。再来往下楼，我们去到五年级，看一下五年级的同学多不多。那四年级的同学比较害羞一点，都躲起来了。哇，五年级的同学好像还不少哦。也是随处可见的，好像也是随处可见的。刚才我们更早一点来的时候，在三楼那边几乎是水泄不通啊，那个路上人多到会卡住的状况。这个新同学真的很多啊，大家好像在排百货公司一样。哦，大家都在这边守株待兔哦，好像真的有那么一点样子。哎，不错哎，这个。等级不要太高，只要团练来这里练也是一个好的选择，不错。好，那我们下楼去找，看看有没有六年级的同学。哦，不少哦，上面这里有一票，而且这里都是一样，都是三个字、四个字 ID 的。大家异口同声的说：“三重石，三重石，三重石。”他们就一起射出来，来一起放三重石。哦，这个冈田连珠是什么东西？喂，这个地方，哥哥，你们要毕业啦！你们要毕业啦！有一条路给我们学弟学妹走啊！哎呦，瞬间瞬移，就是为了要庆祝毕业的烟火。这么多人啊，热闹哦，真的太热闹了吧！这个游戏，难得哎，真的难得看到这么久游戏，还可以这么多人来支持这个游戏。哇，这里怎样？排队，放学回家要排陆队。那我们找一下陆队长，看一下有没有陆队长。哎，有，在这里。但好像又不是。打一只会怎样 ？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嗨，哇，拍个肩膀而已就飞了，吓到了。哇，这里回家路队总是特别难走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有多少人可以回家。我们去七楼，回家的路好远。上面，这样会近一点。哇，又一群人一起飞了。好，我们到七楼了，下去。哎，下去。这里会有人吗？地心深处找不到同学啦，还是这里有地楼？好像没有。好，看来我们的同学都在上面哦，二三四五六楼，二楼最多，三楼也蛮少，还蛮多的。然后再来就是五楼跟六楼，都有很多的新同学。不过这个数量真的很多啊，这个数量新同学这么多人加入这个天堂 M 这个游戏又要发大财啦！这游戏很热门，最近非常的夯啊。这么多玩家加入，相信一定会是一场一个卖座的这个游戏啊，叫好又叫座。好了，看来我们的新同学已经知道他们这个都在哪里了。大家都喜欢在这个龙之谷这边晃一晃，晃一晃这样子。啊，那以上的这个天堂 M 看起来又要发一波了。这个新玩家
几十万，应该每个伺服器如果都这么多的话，应该几十万个这个账号应该是少不了啊。所以恭喜恭喜，这款游戏又要发啦。好，那大家不要玩天堂 R 啦，赶快玩天堂 M 啊，这么多人在玩，赶快来玩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呢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如果喜欢的话也记得帮我们订阅我们的频道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